主料肉、香菇、芹菜、甘子、辣椒，辅料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葱、生姜、香油、料酒，食材很多，是两种口味，青菜、肉、甘子、辣椒，还有韭菜、鸡蛋的，这是鸡蛋韭菜的，这是芹菜肉、甘子、辣椒、香菇，味道够重，用点肥肉炸点油炸和馅搅拌一起，吃起来更香。配料切丁，一定要干爽摆好，吃不了可放冰箱，相当不错。烹饪技巧，记得肉一定要用盐腌制一下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